深处种下了因果，时间的奈何明明纠葛。倘若燃尽心火，总拱手天下如何？历历过往，唯有相思寄托。朕的朝廷已经天翻地覆了，你居然还在这里恭贺朕。八万将士惨死，地下满门忠良沉冤十年，这些确实是因为韩家的一己私欲才酿成的悲剧。这些世子竟然肯请命，那便是表明他们相信大清，亦相信陛下会以身作表，还帝家一个清白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你呀，几时学会说这漂亮话了？臣只是实话实说，陛下英明，向来从简如流，一教会臣，民心如水。臣也像这些世子一样，相信陛下会平了悠悠众口，让九泉之下的冤魂得以安息。太子，你也觉得是朕错了？陛下，陛下，帝大人求见。英灵在上，韩业今日在此立誓，此后在我大晋的土地上，法度必明，善恶有道，为众执炬者不必有烧手之患，为众抱薪者不必冻死风雪之中，忠亲公职之民不必成不白之冤。韩业此生必让万方子民见盛世景，享太平年。诸君且乘长风好去，看我大晋山河。叩首。一叩首。你来了。你受伤了。无妨。牢狱条件简陋，你且忍耐几日，我尽快救你出去。你身为公主，尚且能在边塞风餐露宿，我作为你的兄长，为何不能粗茶淡饭了？你到底因何缘故当街杀了左相？
你这么做，难道连我你都不愿说吗？安宁，你为大靖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趟进这趟浑水里。听我的，你尽早离开京城吧，去到能让你开心的地方。你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管？ 小时候都是你护着我，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。哥哥，太子殿下已经没事了吧？他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哥哥，那个左相，真的是我们北秦人吗？ 那他被太子殿下当街斩杀，会不会连我也会被赶出京城啊？双儿，有哥哥在，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。嗯，墨霜一切都听哥哥的。哥哥可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 有些事情，哥哥原本不想把你牵连进来，只是我是哥哥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若哥哥有事需要墨霜助力，墨霜一定竭尽所能。好。